这次要指挥的好一点哦，调查被打断了，就稍微修改一下称量的条件吧。子弹什么时候没嘞？ 小姐居然在你后，目标达成，理所当然的嘛。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，都能平等地沐浴着泰坦的至善。祷告吧，只要诚心祝祷，会得到泰坦的回应。连接吧，只要齐心相助，会得到泰坦的启发。分析员还不知道吧？ 这是那些家伙的日常祝祷仪式。之后，换我来。这对不起我的智人啊！开始火力压制。 就来，就稍微修改一下称量的条件吧。再次宣告，子弹什么时候没嘞？来称一下吧，你的生命有多重？ 有没有不需要打架的办法吗？
要指挥的好一点哦。稍微修改一下乘凉的条件吧。要对得起我的支援啊！你再次宣告，他没法让我的城移动分毫。你们人类喜欢这个，是吧？小姐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哼，这次就算。哼，你们早该退，已经在换弹了。目标达成，理所当然的嘛。目标达成，理所当然的嘛。请再换弹了。难不倒本小姐。已经很挤了，别挡镜头。五，再次宣告。请再换弹了。这就来，就稍微修改一下乘凉的条件吧。五，再次宣告，要对得起我的支援啊！他没法来撑一下吧？你的生命有多重？你们人类喜欢这个，是吧？
要我称量这场胜利的价值吗？啊，要开打了是吗？子弹什么时候没了？我对得起我的子弹，在此宣告。我手上的活儿干完了哟。叫我干嘛？我很好啊，就稍微修改一下称量的条件吧。小姐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哼，这次就算了。已经很好，来调查看看。子弹什么时候没了？我手上的活儿干完了哟。就没有不需要打架的办法吗？Thank you.
不能因为我的名字。你不能因为我的名字而……你不能因为我的名字而期望我喵喵叫。要开打了是吗？哼，你们早该退场了。我手上的活儿干完了哟，摁这里就行。但我手上的活儿干完了哟。调查被打断了。稍微修改一下成人的条件吧。他没法让我的城移动分毫。摁这里就行。我手上的活儿干完了哟。调查被打断了。挡不住的话，交给我。我对得起我的支援啊。目标确认清楚，备弹充足。
弹充足。不必惊慌。换我来，想对得起我的支持。区域封锁，火力全开。把这九个长夜献祭给我自己的伤口。对方的进攻策略，还会遇到的。备弹充足，小姐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这次就算了，少一组神罢了。本小姐哪需要这个，谁允许你移开目光了？哼，你们早该退场了。啊，什么嘛，表演时间也太短了。这次要指挥的好一点哦。接下来该往哪边走？这边，沿着地下水道。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呢？现在才知道请我登场吗？配角登场了吗？本小姐哪需要这个？已经在换弹了。挡不住的话，交给我。开始火力压制。亵渎者将被审判。只有新泰坦才能得到救赎。吵死了，我可以。不可以，我们需要他带路。迪西，
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谁允许你移开目光了？已经在换弹了。喜欢这个，是吧？这样一来，会发生什么呢？随后，换我来。小姐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哼，这次就算了。挡不住的话，交给我。开始火力压制，把这九个长夜献祭给我自己的伤口。现在才知道请我登场吗？啊，什么？时间也太短了。因为我的名字而期望我喵喵叫，这次要指挥的好一点哦。调查被打断了，小姐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哼，这次就算了。已经在换弹了。
照这个家伙所说，亵渎者会被审判。妮塔该不会也被那个什么使者盯上了吧？降临团的，跑快一点！我这就来。子弹什么时候没嘞？你们人类喜欢这个，是吧？这样一来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现在才知道请我，目标达成，理所当然的嘛。登场了吗？配角登场了吗？已经该换弹了。蜥蜴崇拜臣服。之后换我来。敌袭，区域封锁，火力全开。备弹充足，目标确认清楚，区域封锁，火力全开。就是星期三分析员，快看上面。原来这就是散布污染的元凶，违禁物。敌人持续增加，目标确认，把这九个长夜献祭给我自己的伤口。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哼，这次就算了。谁允许你移开目光了？目标达成，理所当然的嘛。完美，记得多回放几遍。
期三，你觉不觉得他和之前遇到的人偶很像，但明显要更厉害。什么使者，装神弄鬼。退后，换我来。区域封锁，火力全开。飞弹充足，飞弹充足。我这就来。稍微修改一下乘凉的条件吧。子弹什么时候没了？再次宣告，小姐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哼，这次就算了。退后，换我来，开始火力压制。开始火力压制，小姐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哼，这次就算了，请再换弹了。不是我第一个手下败将，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完美，记得多回放几遍。你不能因为我的名字而期望我喵喵叫。
能因为我的名字而期望。你不能因为我的名字而期望我。你不能因为我的名字而期望我喵喵叫。